我想请问一下，玉山的顶峰要怎么去来的？你要从台二直线一直走。哎，什么？我没有听错吧？玉山要用爬的，起重机是到不了的，真是搞不处心啊你！哎，随随便就算了，你干嘛动手？啊，我的头啊！哇，不会吧？他是无头骑士啊！哇哦，他那一根比包大人的狗头铡还要厉害耶！先生，你的头，他好像离家出走了哦。哦，我的妈呀！哎，这是哪一招啊？街头魔术秀吗？